这位同学所问的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讲修菩萨戒是毋是六日来见我不食，甲六斋日来是供菜食，这个代志呢，伫戒坛内面，团戒师傅拢会甲你讲清楚，伫菩萨戒戒本内面也记甲真正清楚，一定爱认真去读戒本，去学习祖师大德因对戒本的注解，无论是梵文戒或者是璎珞戒本，拢有古大德的讲解，讲甲上浅呢，弘一大师论学33种啊，会当提供互你做参考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伊讲菩萨戒受了以后，是毋是搁再受五戒？菩萨戒啊，就包括五戒在其中咯。这就是等于讲，你大学毕业咯，是毋是还去读小学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位同修，伊讲伊是大连的技师，残疾未当自立，啊，有同参道友代替我请老法师开始念佛5年呢，拄啊念的时阵，进入仙道啊2个月啊，讲已经复心了，每工啊读经念佛，听老法师录音带，并且忏悔回向，或者完成祭祖到寺院做超度，到即阵也不离身。念佛不得力，临终的时阵啊，又搁惊将来要安怎？这个确实也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啊！这个忏悔不得力，是咱的真诚心无够。如佛啊，拢有教导咱，至诚就会感动，相啊会当感动诸佛菩萨，他是会当感动天地鬼神。你修忏悔咧，做超度的佛师，啊，拢无会当感动你诶，完成祭祖，是你诶即个诚意啊无够啊。诶，确实啊，就是讲第一个因素，你着爱搁忏悔，以即个精神诶心，求三宝来啊加持，你真诚心，真诚心，才会当啊修这功德，这功德，让何万亲这主来共享，无迄个未受感动呢？啊，总共一句咧，即、这个真诚心是无够。这位同学问的问题真简单，人间短短几十年，死了要去倒位去？这个代志啊，应该就是讲你啊，比我较知影清楚啊。人死了后啊，要去倒位去呢？我哋经常有
甲咱讲真多咯。水逆流转，完全看你家己做诶即个业力啊。你这一生就做是善业，你决定的三善多啊。你做恶业嘛，难免会对三恶多啊。念佛啦，求生净土，也去处是非常殊胜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迄个所在啊。这位同修用的是铅笔写的啊，这个写真薄啊，看起来就真吃力了。伊啊，第一个问题伊讲，厝内常常会有蝴蝶、蚜、甲甲虫爬来室内。伊讲我常常对这虫因讲。欢迎您来，来听师父讲经，甲佛号。但是咧，请唔通将厝内窗啊口诶，即个拖槽啊，当做恁的梦场。一段时间了后，发现窗啊口诶拖槽内底啊，真少有昆虫的尸体咯。啊，因拢去倒位咯？这代志嘛是都爱问你啊，唔免问我。你有这个诚心嘛，对他人有心有善意，伊嘛了解啊。啊，伊袂过来干扰你啊。你会去看到这种现象呢，你就知影小动物也是会通人情啊。啊，这点是真重要。伊讲在家技术，辛苦穿短裤、内衫，上经念佛拜佛，是毋是如法？就不如法啦。啊，咱对尊重爱礼敬，同款即道理。恁兜啊，今仔日有人客来咯，总统大人来恁兜来访问。你穿一短裤、内衫，是不是当个接待？同款的道理啊！连咱世间国王、大臣、总统，拢都爱礼服啊、整齐啊！啊，穿礼服来接待啊！看到佛菩萨哪会讲无穿礼服呢？啊，人看到佛像，应该是见佛啊！如佛在，生起这款的恭敬心就好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完全是一个敬意，啊，养成习惯了。这位同修伊写是讲。今仔日啦，即个听你伫咧讲经、讲到佛教、艺术、音乐等，艺术甲舞蹈是啊，鱼甲水的关系。中国中央台啊，伊播放少林武经即、这个小型的舞剧，从舞蹈、武术、武经的武功融为一体。搬上舞台，甲大众来见面。讲法师指教，今后也就是二十一世纪佛教艺术中的佛教舞蹈，是毋是有发展？然后如何的发展？因为我从事舞蹈事业四十多年，又阁是三宝弟子，真关心佛教舞蹈的未来。你这个想法啊，真好啊！啊，咱佛教的内面呢，现在甲一个天主教、基督教来比，咱的人才发发啦，
会使讲是非常缺乏。啊，咱对于这个音乐啊，这个歌舞啊，这个佛法内面是非常的重视。可是这个时代呢，也会使讲是大概啊，这个最近这两三百年。佛教拢无艺术人才出现，那亲像是伫即个明末清初时阵有一位法师啊，写一个剧本啊，《鬼冤家》啊，即、這个剧本咱有翻译真多啊，伊是编剧啊。内容啊，是回万大师的啊故事，也有英明延寿法师，甲一个莲池大师，因三个人的故事。剧本是写啊真好啊，我有看过啊，所以从这个。佛法啦，搬上舞台，古人拢有想到啊。现在科技发达咯，咱深深的希望讲，会将这个佛法啦编作啊电视连续剧，这效果真大。会当讲每天送到人道来对去欣赏，就因初期。上盖是方便，所以从事这个工作呀，希望讲会当有一个啊正确的目标、正确方向，努力来做这个工作。这个理念呢，一定来对全世界弘法。当然啦。除了你本身艺术的修养以外，佛法的修养也都爱啊相当有够啊。那是讲袂当直接佛法来用功夫，啊，这个艺术的这个形态是有啊，内容拢无啊。也阁是达袂到啊教化众生的目的。这位是田技师，伊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每礼拜六、礼拜日精进念佛，精进后段快速念佛的时阵，因为中气不足，感觉讲会喘啦，气喘袂过来。所以这个时段一定会停止出声，改做默念，安尼是不是如法呢？会用呢？这个如法啦。念佛最重要的就是心肝内好无中断啦。最来呀，念佛毕竟是受咱的体质的影响啊，所以啊，你念较紧，念较慢，默念。古人讲啊，金刚持，金刚持就是嘴咧震动，无声音。采取多一种的方法咧，家己感觉真正舒适呀，啊就好咯。所以这个是无定法的。第二个问题，常听经讲到无意浪费上座的水电等等。这个罪啊，连佛都拢未当帮忙啊！我马上醒悟，用钱来布施，和尚做来布告啊！因为我的故事你造成的损失，啊，你会当讲免去我的罪过未？这个用呢？我想是人动初心，心动初理啊！这是小花代志啊，不是大代志。
这种浪费咧，咱家己啊，知影讲来补偿，这个应当是无问题，因为啊，这是故事，这不是罪。伊讲今仔日，我希望全世界各地来参学的同修，诶，咱啊将念头去转一下。甲水电费当作咱家己的应当是爱付钱，安尼祖祖连连就袂造成，啊，即、这个浪费上多的一线一毫，哎，你这观点不正确啊！应当着安怎呢？时时刻刻啊，养成节俭的习惯啊，安尼就好了。绝对不是讲以我家己会当提钱，我家己会使去任意用，这也不是好。总而言之，修行是要修正家己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行为，或是教咱真修行。上主啊，嘛是提供修行的场所，帮助你成就你。啊，意思的这点是要改你的习惯啊，成就你的德行，所以要了解这个意思啊，知影从家己积俭修福就好了。也伫相处，尤其是重要。同条时阵，妈祖建丛林。妈祖建丛林，必定立清规啊！提倡共修，伫这个以前呢，共修是有，但是无规定啊，也无任何的约束，拢嘛是啊自修，大家共同斗阵，只有讨论啊，研究啊。还是经教啊，共同来斗阵修行，确实是个人的代志。也咱是想会教呀，在迄个时阵，一定有一寡人啊，懈怠、懒惰，为了克服家己的习气。有时呢，祖师大帝看到就非常可惜，所以提倡共修。共修什么呢？以众克众啊。大家啊，生活斗阵，拢守纪律，安尼才会当将家己的这个烦恼啊，习气克服。家己无能力克服，来借大众的力量，这是好代志啊！当你建丛林、立清规，用意都是伫即块啊。所以咱建筑道场参学，参是参悟啊，参加，学是学习啊，参学就是咱爱参悟这个团体，甲因来共同学习，啊，你这个啊，真正得到受用。那讲咱来这个道场来，家己用一个特殊的身份。袂当啊，甲大家生活斗阵呢，袂当甲大家斗阵啊学习，那你就完全错咯。你这样按怎呢？错得太离谱咯。当然啊，今仔社会民主自由开放咯，尤其啊，真侪同修对海外来，咱也不便来讲。你来几天啊，何必就得罪人呢？大家结结欢喜也偌好呢，唔通结冤仇，所以啊就唔免讲咯。你做了如法不如法，反正你的时间人短啊，那就免讲咯。可是咱讲经呢，所以问到这个所在，也就袂当无讲咯，无讲对不起你啊。啊！你袂当随顺大众，你也知影，你的故事伫倒位？这个故事都爱对戒经内面来去结罪，这个罪过真重啊！
你破坏啊，这个军团的形象，这什么罪？破坏合精啊！破坏合精的古堡啊，在阿比地角啊！所以我常常看到同学，这到底是正法的道场。逐工啊，恭敬念佛，一切啊，拢有规矩，上轨道咯。咱家己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一个无好习惯，实在是无办法得意啊！咱家己应当知难而退啊！我离开这个道场，我这就是护持道场啊！我绝对袂破坏这道场的形象啊！你的功德无量啊！你做一件好代志啊！你无离开，佫唔肯随从，破坏形象啊！你的罪过，人家一句话都莫讲，无一人会讲你，你还顾不得阿鼻地噶啦？这道理佮事实袂当讲唔知影，有话恁伫咧念三皈依的时阵，拢有念过啊。贵敬重重尊，这句安怎讲？众啊，就是咱今日所讲的团体，社会团体真多真多啊。咱佛门嘛是一个团体啊，四个人以上都是一个小团体，就姓众咯。众中最为尊贵，今日的话讲啊，值得人尊敬。有法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一切团体上界互人尊敬的，他尊敬在哪位呢？他是一个好合精团啊，这就值得人尊敬咯。这个精团里面无争论，拢会当遵守六合敬。这个戒条啊，所以啊，伊是和睦精团，是社会一切团体模范团体啊。你若是将模范团体给破坏了，形象破坏了，你这个罪过有偌重呢？一定要知影这个道理。这个团体内面有真多规矩习惯，我做未来，我不爱参加了，我唔来恁家。啊，这个会用哩。啊，讲在你这地，在一天就来修一天规矩，在两天就来修两天规矩。在你这所在无修规矩，人会当啊去原谅你呀、啊？你的行业嘛未当原谅你啊？你这个业，我定是会对三度。这些未当讲啊，唔知影。这位是杨东修，有一个有一个问题，伊讲地主啊是修净土啊，念佛法门咧。地主这个查某囝。你讲过好，是甚物教啊？我看不清楚。啊，唔知是天主教、基督教的处理啊。囝婿啊，啊外孙啊，能予伊因的老母阿祖又去入教，但是呢，因啊拢伫咧工作学习。无参加活动啊，也无咧信。查某囝现在既然无信教，也无去信佛，也无烧香，信佛烧香无烧香就不要紧。啊，这款状况，本人想要退因呐、啊，向佛祈求家庭平安和睦，工作进步等。是不是会用的？会用的。无论你信什么宗教，
你学佛甲伊啊，回向拢有好处。只要有真诚心，伊讲是毋是会当替因的祖先，超度咧？即个能力，因祖先当中有即个是非常必要超度的。以上问题啊，跟教法师开始啊，即个能力，啊，咱拄好第七个咧。伊树林超多，一个发挥啊，你会当来下一摆位，做阵来甲超多，安尼就省真多代志，也省真多手续啊。伊树林即几年啊，上下拢嘛是一团和睦啊。你甲看卖，几千个人伫这场所活动呢？这个场所确实袂当啊，是真正圆满的。这个六合敬会当讲是初具合敬规模。这个道场啊，无人看到有人在烧钱，彼此拢会当容忍，彼此拢会当谅解啊。大家啊，拢会当讲和睦相处，所以这个。社会对咱有真多好评，即社会好评感动社会大众，鬼神嘛同款会感动。伫即个时代，咱道场虽然毋是相当的完备，所讲的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，勉强也会当过去。是啊，三宝的加持啊，两天的用护啊，咱要爱惜这个道场，在这道场认真努力来学习，为这个道场成功。你呢一定会得到诸佛护念，两天现身的不比啊！诸位伫即个所在啊，时间无长，即、这个所在学习了后咧，爱上即块小学的精神方法扎上去。有人讲提议最好咧，一年啊就会当讲来2摆，真好啊，这意见就真好，时间真得来2摆，提醒家己来即个所在。来啊，参加共修，这是好代志啊！这是辽宁的同修问我的问题啊。第一个是害修身者是。什么款代志呢？有一款出家人师父啊，专靠这款的来做佛事，伊讲会当啊转定业，感着这款代志，我嘛是毋捌啦。这下面我好，伊讲我真侪摆啊，劝一位尼师，一个人的定业袂当靠这个来转。何况念佛的人上无量寿经，这位师父伊讲了欠阴债，所以上金刚经偌济遍，这创个真夹杂咯。但是伊真恶接受啊，我应该要安怎？你卖管了就好咯，是无？你要安怎？这物件咱呐，防坑别人。别人若无接受，你就卖阁想要安怎办咯？愈想啊，你就愈恶办咯。看到伊啊，伊袂当啊接受，啊就煞去咯。咱做好朋友啊，即、这个本分啊有真够咯。要接受毋接受，那是伊诶代志。即、这个收钱济咧，大概也是欠鬼诶济啦，欠过去诶人诶济咧。我想应该是这款的。
这个转定业者是无可能。咱伫佛经内面有看到啊，释迦牟尼佛袂当啊转定业，做佛如来啊都袂当转定业，哪会当转定业呢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但是这坐呢，总是爱害啊，爱坐也是好代志。可是呢，唔通搁再欠债，哎，知影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或者同学啊，拢会当去体会着，就是讲咱这一生无欠众生的债务，过去生生世世，接触佛法的机会少啊，无接触佛法的机会太侪太侪了。哪有讲未造业的道理呢？啊，无量劫来，一切众生，甲咱呐，结缘，结缘受这无救恩，唔知有偌济啊！所以菩提道上啊，困难重重啊！众多的因缘比比皆是啊，咱爱怎样？这个因对对来，就是啊，无量劫过去生中所做的不善业。呀，咱要安怎呢？佛教咱教个真好啊，将咱家己修行，上经礼佛，所有功德回向何人啊？我作为善事拢总何人咯？这是孩子啊！回向机爱对心内啊，真正发出来忏悔回向，都有路用啊！不是念念的念念无路用，有靠无心无路用，强迫四重运啊，这三多苦。将无量劫的恩人完成这组拢包括在其中咯。有恩呢，我回向好你；不恩呢，有怨呢，我回向好你，将这个怨解决咯。所以啊，回向一定都爱出自内心，真诚心。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啊，得修回向啊。但是回向呢，大家还知影，提什么来回向？咱啊，即工当中真正做好事了，才有物件回向啊。今仔一工拢无做好事，拢是咧做歹事，啊歹事咩代当回向呢？啊，咱今仔日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确确实实是利益啊，一切众生有利佛法，无做唔对代志。即讲的功德，即有回向的即个内容啊。今仔念回向，其实无内容未用哩啊，就爱有物件来回向，即会用哩。劝导家亲眷属，你的好朋友，你劝导伊一摆两摆唔听，唔通阁劝咯。三拜四拜就变作冤仇人咯，应当安怎呢？家己认真努力来修学，做出个模样给伊看。过一两三年佫见面啊，伊看到了，你比我较好啊。大概你修学修了袂歹啊，伊个念头就转过来。
我伫台湾，伫中国大陆，有未少同学、朋友啊，拢十几岁就熟识咯。伊毋相信遮个啊，即看到我学佛摇头，你哪会咧迷信呢？我这个迷信迷了50年，创啊半世纪了。现在因看到我点头，你对了啊！我讲我对了，你赶紧来学啊！我即摆可以佛经也会念咯，你该念佛也会念咯。为什么？做出网友可以看啊！阮这年岁拢差不多啊。徛到顶比看麦，这真简单的代志啊！所以啊，度这个家亲眷属啊，无在一时啊，一时劝伊唔听，给几年啊，几十年才过来劝你，伊也就回头咯。最黑咯，伊也得亲咯，拄着困难啊，嘛真多咯，容易回头啊。少年的时阵，一技风光，自信心真强，无容易接受。所以啊，咱都要有耐心来等待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讲辽宁有一批无食盐的修道者，并且讲这是啊，如来灭法念佛往生啊，会当提高品位。正师傅开始，这是正修也是外道。世尊伫咧入般涅槃的时阵，入灭的以前，就是临灭走的进前，非常慈悲。知影讲咱啊，后世学人有真正多的困难未当突破，这就是一条。所以啊，佛教咱四依法啦，一定要记的啊。四依法第一个，依法不依人，法是什么呢？是佛的经典啊。无食盐会当啊，提高品味去查大藏经，你将大藏经对头到尾详细甲查一遍，看讲有即句话无？那讲有一句，你家也讲出来，咱大家拢得到利益。那讲无一句呢？是啊，这是伊讲的，唔是佛讲的啊。咱相信佛，未当相信人，依法不依人。是佛法，也是外道，也是唔是佛法呢？完全看伊啊，是唔是有经典来做依据无？无论修学倒一个法门，伊有佛教经典来做依据的，这就是正法啦。无依照这个经典啦，家己想一寡方法来修行的，拢是邪法啦，这毋是正法啦。所以佛教导人依法不依人啦，经典啊嘛有伪造的，这物件就麻烦咯。咱呐，要安怎去选择呢？我的老师一再有甲我交代，都要以大藏经作为标准。中国最后刻的这个一套大藏经，两宗天龙是一级呀。要吃的啊！这里面所收集的经论啊，拢是会考虑啊。如果你是假，不是真呢，绝对是袂当啊，收在的藏经里面。所以藏经是咱的标准。现代人啊，就真困难咯。现在民主开放。伊家己的著作、朋友的著作，拢会使放伫大藏经里，
现在印台中心真方便，真便宜。啊，所以咱的选择绝对也爱依靠股份啦。股份的大总经理对，是唔是有这本书？无这本书，那就真恶讲了。这是予咱的一个标准啦、啊，宜化不宜邻。也好过自卑，甲咱讲，宜义不宜物啊，这真重要。爱依佛经所讲的意思，无一定是依靠言语啊。这个话，好难讲我经典汇集是会用的，汇集都是依义不依物啊。你看，同款一个梵文经本啊，传到中国来。几落个人翻译，就几落种无同的经本咯。金刚经原文原本只有一本尔，伫中国有六种的翻译本。啊，咱今仔日流通的这本呢，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玄奘大师嘛有译本，拢是同一个原文的经本啦、啊。亦都无共款，到底倒一个对，倒一个唔对咧？拢嘛对，依义不依物啊！来了解这个道理啊。第三句教咱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啊。什么是了义？什么是不了义？会当帮助咱了生死、出三界，这是了义。迄、那个经历够较好，对我来讲，或者是嫌伤深，或者有困难，我无办法通去受持啊。小学这个法门真恶，得到利益，对我来讲都是不了义啊。净土法门教你念阿弥陀经、念阿弥陀佛，真容易、真方便，阁会当了生死、出三界，对我来讲是了义啊。所以啊，了义不了义的标准是伫个人啊，一定爱啊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才叫做了义啊。有时伫佛法时期的了义经，就是净土五经。老实念佛啊，这是了义啊，这是啊，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啊。最后一句话教咱依智不依色，这个话用现在话来讲呢，学佛就爱依理智啊，唔通依感情啊。以感情一定会行唔对路，爱以理智，爱以智慧，还有理性，你才袂去迷失方向，我哋指导。所以啊，佛真慈悲啊，了解咱万世众生的状况啊。所以知影这道理，邪法甲正法理啊，就有能力辨别咯。第三是学佛前，买披衫、披鞋，甲记无清，是毋是失丧人？也是讲甲戴起来较好。较早买啊，也会当穿啊，也会当用啊，用歹起来。这个单调啊，你无用派去，你就浪费咧。所以啊，佛教咱的爱惜物力，唔是讲教咱浪费啊。你买新的物件，真心真好，会当去送人啊，送人啊无问题啊，会当送人。家己用已经够我，未阁买咯，这嘛会用的啊。
尤其是皮衫，供养老大人是上盖好。啊，供养老大人，在佛经内面好有开言。自家修行的人是不是让穿皮衫呢？在经里面有啊，七十岁以上身体虚弱、惊冷的，无这个皮衫袂当保暖呢，会用的。所以佛同讲道理啊，佛真好讲话啊。佛啊，所以制定戒律啊，并不是讲真。加执着，伊也看情形啊。你身体无好，虚弱，较侪虚弱，拢有开言呐。佛家所制定的这个戒律，真正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咱啊，应当都爱遵守。这些问题调用师有一位技术，只顾修行两年外咯。我后来发现，伊心底并无清净，言谈中现烦恼相。我认为这种修行，就是讲断了甲众生的法缘，这种苦行是真正避免的代志。请师父指明，这种修行方法对无？你这想法真正确啊！只顾目的是要专心，远离花园的干扰。所以虽然无咧讲话，也常常用笔写物件，团队给别人。你讲这偌麻烦呢？我写这字条好难，不如讲话较方便呢。一种字句是伫这个形式上的字句啊，念头啊，伊无知足啊。祖师大帝教导咱修行，对根本修，根本是什么？根本就是心地啊。要求就是说心地清净，心地不念，心地离言，这就是对的啊。形式上你说得真对，形式上拄到有缘的众生爱甲帮助，自古咧嘛会当甲人帮助啊，帮助到一款人呢，会话伤侪人啊。看到人无咧讲话咯，加话不如少话，少话不如无讲话。但是啊，都爱克己。你所实现的，哪讲是无克己？你这实现是白费啊！无人会了解啊，无人会受感化，那都唔免咯，换只方式来实现。总共一句，但心来所思，行之所为，一定都爱利益众生，也对众生有好处的，未当利益众生的，咱就卖做。那时间有限啊，精力嘛有限，应当都叫做一关有利社会大众的事业，感化社会大众的代志。第五个问题，念佛求往生，唔过又搁伫厝内供仙，这是啊，因啊多生多劫的缘分，因要安怎来避免临命终的时阵啊，往生的三生的障碍呢？这种代志有啊。也伫香港，我就捌看到，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厝内面啊，一个佛寺和尚，大概啊
是阿未合佛的进前，伊就服侍这狐仙，狐仙保佑伊啊，对伊也有恩德。有佛了后，也未当甲放下，是毋是会当继续服侍呢？真理上是会用的啊。每天诵经念佛，甲互狐仙听，更狐仙当做了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好代志啊！你嘛是多疑咯。狐仙虽然是仙人啊，伊无离开六道啊，伊无离开轮回啊。也福报向尽咯，寿命尽咯，也是会堕落啊，也是会去轮转啊，袂当解决问题啊。像遮个天仙、鬼神，人家福侍，请伊做护法神，福侍伫即个佛像两边，请伊啊做护法神。每一天，让伊甲咱斗阵来做早暗课。你出来服侍这狐仙之类的啊，你这早暗课一定都要真认真哦，你无认真你会受气哦。伊会甲你处罚咯，一定要真认真来做啊，助你利他。助他两利好代志，所以讲唔免甲伊请走。通常呢，未少同修因厝内服侍这祖先拜位，这是啊，诸佛菩萨所赞叹的。啊，咱啊祖先拜位也服侍伫佛像的两边啊，咱拜佛也拜祖先。啊，咱敬佛也敬祖先，敬佛是老师啊，敬祖先是孝道啊，这拢是真正如法的啊。实在讲啊，大家提倡的啊。佛教导人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咱念念不忘啊。这是遵守佛陀的教诲啊！这有两个问题，如果我伫北京读书的时阵，一个对啊广东的女同学啊，讲伊伫这个广东读高一的时阵，一个校友阿刚啊，一挂人。伫后面咧个地，并且讲出伊心肝来想的代志，包括个人的文书。伊伫咧想，伊咧想什么，拢会讲出来，伊足惊的。伫厝内停学两年。冲凉都唔敢去，因此时常无固定的居处，惊的是讲，互因会找到，也捌几落摆，挡袂牢要自杀。伊想要知影讲，为什么？伊心肝内所想的，遐个人啊，拢会知影。这嘛是属于完全自主之类的。因缘聚会，这是啊，依来不福啊！拄着这代志，这嘛是真好诶，业精上缘，逼着你唔敢讲无认真努力修行。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得到诸佛护念，
得到两天先生的用户，才完成这一组自然就会当远离了。哎，真诚心求佛菩萨，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这些人为什么会知影伊的文书呢？我伫经常甲人讲，贵有五通啊，亲像佛仙，因的心通啊是修来啊。贵的这五种心通是无得的啊，伊唔免修，对落伫轨道拢有这个能力。所以阿弥篇内面讲得真好，牙头三尺有神明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啊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知影，咱肉眼看袂到，若是要甲看袂到来相比呢，看袂到比看会到还多去真多倍咯。其心动念嘛，袂当讲无净啊。心念爱纯净，行为爱纯净，鬼神拢会尊敬你啊！安怎敢来欺负你呢？你心肝内有温书啊，唔敢甲人讲个代志，唔是好代志啊！心内底光明正大，迄拢是好代志啊，也是好事啊！鬼神都唔敢来欺负你咯。你把一个动作业经常言切进家去，这嘛是一件好事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讲暗时梦到一个同学，一个人伫床边踅来踅去，要走的时阵对我打招呼，叫我着好好困啊，伊要走咯。对窗口走去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你一般来讲，这是你的气真弱，你的精神意志未集中，所以啊，看到这些鬼神呢、啊，虽然伊无恶意啊，但是也唔是好代志啊。你看到了后，见怪不怪，卖放在心内，那常常在想，加想佛啦，加念佛，经常跟人讲的，也去念佛，现前东来必定见佛啦。这些无正常的遭遇呢，自然就会无去了。这位同修问讲，这是新西兰呢？伊讲大约伫三礼拜前，我伫咧做暗课时阵，伊念起阮阿妈，迄暗啦就伫梦中有看到伊，两礼拜就无看到了，他过来袂当惊咯。我当时甲伊念佛，伊才有做，我就离开了。佮有一礼拜了后，我佮伫梦中看到伊啊。相貌完好，生活无忧，我心内就安心嘛，无虑咯。假法师帮助我解梦，这个代志，这个代志啊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内面啊讲真多，讲啊真好，恁今日会记呢？人见家亲。关修是已经过去的这些人，你忘掉了。你忘掉这个时阵，我哋经常讲，伊有求有利啊，求你帮助啊。所以忘掉这些代志，咱啊应当真虔诚的诵经念佛回向给伊，伊就要求这个啊。所以你梦到了后，你要为法愿，我念十部弥陀经给你，
或者我念一百部弥陀经给你，我念一万声好好好你，我念十万声好好好你，专为伊念的。伊来求这个啊，你应当爱帮助伊啊。只有讲你念偌济部经，念偌济好好，伊修行功德回应好伊，这是你家己定的啊。你看看你家己有能力啊，帮助伊偌济啊，一定爱帮助伊啊。你按你来做，以后袂搁再去忘掉了。这位同修，伊讲请问老法师，阮居士帮助往生者助念，是毋是会影响着家己的修行？敢会都爱背因果呢？有居士问讲，阮相信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唔知讲西方极乐世界伫什么所在？真奇怪哦，唔知伫倒位，你会相信？第一个问题，你帮助别人助念呢？帮助养生，对家己绝对是殊胜的功德，是好代志啊！这代志肯定是好代志，伊的恶因啊、恶果绝对也袂走来你身上，无这个道理啊！你帮助人往生啊，大主菩萨讲啊，真正会帮助两个人往生，拢比家己修行较精进。佛讲这话呢，就是勉励咱一定爱肯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啊，第一殊胜。就是人在临终的时阵帮助伊，助念帮助往生，往生就成佛了。你帮助这人去做佛，这不得了了。你肯欢喜呀，常常帮助别人，咱家己临命终的时阵就真多人来帮助咱。啊，咱啊唔肯去帮助别人咧，嫌弃别人啊，到家己临命终的时阵，无人来帮助你助念。这也叫做业因果报啊！啊，这个问题请问，这是啊，都家讲的啊，这是用叫做世界到底在倒位呢？英雄讲得真清楚。在咱这个世界，西方过十万亿富国度，这讲真清楚啊！我敢会当讲另外一个所在呢？真像经所讲的啊，可是啊，人怀疑咯。西方啊，咱伫地球向西面行，行过行倒转来，这要安怎呢？佛经内面讲的西方是娑婆世界的西方。什么是娑婆世界呢？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啊，是这个大千世界的西方啊，可见不是这地球的西方，是大千世界的西方。哦，大千世界太大了。啊，记起咱想的，大千世界可能是云和黑。啊，若讲以云何系西方来讲呢？确实，释迦牟尼佛的一万两千年，迄、那个西方是无改变。啊，移动的角度无大，无大，方向也是真正正确。啊，所以啊，伊也唔是讲咱的地球啊，是讲释迦牟尼佛的大世界啊。念祖老居士伊讲了，这里、个。这个云和黑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世界，这问题大了。这个阿摩尼佛的报土偌济云和黑呢？十亿个云和黑啊！这是大千世界，十亿个云和黑，这大的星系，今仔日科学家无发现。哦，科学搁在进步，慢慢来探讨。看卖伫这五条之间是不是会看到？不过我伫咧想啊，真恶看到。为什么？
咱用什么款的仪器啊，也只会当伫三度空间，袂当超越空间为处。安尼来讲呢，也是袂当断除你的意识，不要紧。不管你伫倒位，咱的信号，这个、信号甲阿弥陀佛啊沟通，这个、方向就知影了。这个、信号就是阿弥陀佛，即句好好啊。啊，咱念即句好好，就像即个拍电波同款，那一边电波通咯。啊，咱即个航线就通咧。不管你倒一边，即、这个航线绝对通，绝对无问题。老实念佛啦。何况到临终的时阵，哎呀，你也唔免去辨别方向，阿弥陀佛来接你啊，无需要去认路啊，是不？伊来接我，我唔捌路要创啥物呢？我伫美国啊，住十几年，都一条路我拢唔知影，为什么要去遐？有拢有东西来接我，所以无需要去认路啊。啊，对有啊，啊对啊，有信心，佛临终来接引。伊讲啊，生者有志捐献器官，但是唔知讲临终的前后，动手术切除器官啊，是唔是影响啊往生？这个真正是有问题啊！你问啊真好。如果你临终的时阵切除器官，你无一点啊真狠心，这会用你啊？人讲到迄时阵，你个痛苦、个后悔，害咯！你去到世界袂当去咯，你去就会坠落咯。所以咱若无把握，这个代志也是你有定功，你得定才会用你。你无定功，这是真正冒险的一件代志。你关系器官不过是帮助这个人，给延长几年的性命年龄。你若是成佛了后，你伫虚空法界，唔知道要度偌济众生。这小孩也想算啊，可是呢，唔通算唔对咯。这个问题，日常生活工作用随时念佛，那讲所做的工作是需要用心，用心思的，亲像第一线文书的工作啊，应该如何对待？这真简单啊，工作时阵将好好放下，这是你都要用思考。不用思考无问题啊，一边工作一边会当念佛啦，念佛或者会当听佛号，但是那是用思考的呢，那就未用你咯，绝对得爱专心的工作啊。工作完了后啊，将工作甲放下，佛号提起来，安尼就好了，就健康咯。这是有人在咧问讲，伊家己啊未当听到声音的人，临命终的时候应该如何对伊助念？这大概是讲臭鱼人诶，是无？臭鱼人啊，伊声音咪听无啊？伊是啊，你君啊有障碍啊，主要会知影，伊心识无障碍啊，你君有障碍，心识无障碍，伊临终的时阵，伊的君下掉了。心识清楚，念佛绝对是有效啊！这问题总算是解答完了，啊，咱下课。